这位是 Q 宫崎骏的歌啊，宫崎骏他卡通啊，真的是让很多人心里面得到很多的安慰。卡通的世界，你会觉得这个跟我们现实生活脱节，但是不是这样哦？你人是因为我思故我在，我以前会跟朋友讲过这个话。哎，迪卡，对，小耳朵，所以你看，你能随着那个心情，有没有气球把房子给升上去啊？哦，天空之城，那是天外奇迹，天外奇迹不一样，那跟过去的不一样啊。你刚才说那个骑着扫把飞的那个，那我讲错了吗？你没有，没有，马上。
其实在这几年呢、啊、台湾非常流行哦、嗯、那他们这一团今天非常完整哦，是是所谓的这种无伴奏人声乐团的呈现，对，这一团的一个表演啊、嗯、前面那一段的表演等微不足道、嗯、不一样，类型不太一样，你哪来家、啊？没有，但真的很棒，他们的表演我听了都耳朵我也怀孕了，对，太棒了，准备来按钮了哦，到总共50票，你们喜欢吗？这一段，请按灯 go。来，哦，我有，有分数了，三六三六三六三八，三九三九三九，哎呦，三九是。
很喜欢。这非常棒，那这个分出来满意吗？满意差距。可以吗？非常喜欢。台湾这个阿卡贝拉是很棒的，很棒，非常棒，太有前途了。你有把它弄到那个舞台剧去吗？正准备，我想带一个阿卡贝拉的儿童音乐剧到大陆去。再次谢谢他们，来，谢谢。